批的示威群众聚集在购物中心，高唱“愿荣光回归香港”，并且呢，在8:31静默一分钟，代表对政府处理721元朗袭击事件的不满。同时，在元朗大马路附近，也有示威者聚集，设置路障，向警方丢掷汽油弹纵火。有示威者在行人天桥上用这个镭射笔来照射地面的远景，远景也以强光回射。那防暴警察释放2枚催泪弹，状况相当混乱。